唢呐上去，他们差不多要交配了。我看，快，欢迎收看《来电五十》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美丽本人。接下来我们这一组呢是刚配对成功的两位情侣啊，不，一对情侣啊，就是马俊跟高婉，来宾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耶，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。嗨，来，朋友，你们都已经在一起了，你们想跟对面的说什么？我觉得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得到最重要的东西了。干什么、啊？谢谢。赶快谢谢，乱加的乱，谢谢。乱来乱来，分手怎么办？给我现在谈恋爱，滚！所以嘎万才是这一季的最大赢家。就算输了，还带走一个人，就对了。太急了吧，舞台效果啊，舞台效果、啊、台剧啦，好不好？好是老板老板可以吗？抱歉抱歉、啊、哦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唢呐上去一下，他们差不多要交配了。我看快差不多要交配，求偶交配了。